家里终于有了一点80年代的感觉了。老公啊，你换完衣服没？换了。出来吧。来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说你不是按照你让我说按照80年代最经典的造型打扮吗？这86版《西游记》最经典了。老公啊，你这个86版《西游记》你就放现在，它也挺经典的。不是，关键是80年代那时候的你是一个小学生。嗨，小学生你早说就完了呗。啊，对，80年代那时候是个小学生，像不像小学生？老公啊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？咋了？关系到帮咱爸恢复记忆的事儿，你差一丁点儿，他都容易没有画面，你知道吗？要画面啊？啊，那你回你妈家吧。为啥呀？我现在是小学生，有对象合适吗？那。这事儿也不能没有我呀！你这样啊，你被家访过没？有过一次。哎，那我演你班主任吧。媳妇儿啊，啊，你要演我班主任，你得注意啊！一会儿当我爸面，必须跟我说的越严厉、越调皮、越捣蛋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我记得老师告完我状之后，我给我爸气的，那家啪啪啪啪啪飞我3本书啊！飞你3本书，怎么能出来5声呢？还飞俩文具盒呢！哎呀。咱爸真呢呀。哎，但是啊，这段咱爸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吧。对呀、啊、那咱就来这段。行，就这段走。爸爸，我放学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。爸爸、爸呀、你给介绍一下啊，这位不用介绍，我认识他。完了，爸看出来了，这是你妹妹。啥我妹妹呀？你咋不说是你妹妹呢？那你得叫老姑啊。老姑啊？啥老姑？这是我班主任。你自己有多少个孩子你心里没数吗？没数啊。你哪来的自信呢？我是你儿子，就这一个儿子，我是你独子啊。我不聋。班主任，班主啊，您好，叔叔。你好，班同志啊，坐。叔叔啊，哎，其实吧，我是你儿子的老师，今天来呢，主要想向您反映一下您儿子在学校平时的情况。哦，他这个人呢，严厉，太不像话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都差点让学校开除了。哎呀，有点过了啊，也不至于被开除。有缓就行。这么随便吗？哎，说虽然啊不至于被开除，但是你儿子从来不读书啊。不，你给我过来啊。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上别的课去了。你上什么课呀？数学课，补习补习体育啊。老师我打听清楚了，他就是上数学课，补习补习体育。你就说你出去玩去了呗。你呀、爸呀，啊，你别激动，我让你玩。我上你玩，我上你玩，我你杀你！叔叔，你教育孩子可以，你能不能把鞋还我？顺手了。哎呀妈呀，叔叔啊，能看得出来呀，你的家教非常的严格呀。那是必须的，棍棒之下出孝子，一枝红杏出墙来嘛。这是哪跟哪呀，爸呀？媳妇儿啊，这不行，我爸老撇鞋，他不撇书跟文具盒，这啥也想不起来呀。你放心啊，我给他进一步的刺激。叔叔啊，您知道吗？你儿子在学校啊，那是科科不及格，放学就挨留啊。不可能啊，前两天我还看着考试卷子呢，这卷上写88分，还行啊。行啥呀，爸，你还不知道吧，我那是拿33分改的88分。不没告诉你们气人不？哎呀，生气了？你还叫嚣是不是？我这、我这是上一轮，你我上一轮、我这一天天的。叔叔，来，你要真想扔点啥，你看看啊，这有小书本，还有小文具盒，别老冲我鞋使劲呢。习惯了，媳妇儿啊，
实在不行，咱俩光脚跟我爸说话吧。他老奔你鞋使劲儿啊，受不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就给他致命一击。叔叔啊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你儿子在学校造句那才有名呢。前段时间啊，我们让用有还有造句，你问他咋回答的？你咋回答的？我就这么说，我说我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问爸爸，爸爸锅里边还有饭吗？爸爸说有还有。我磕巴呀，我是啊，哎、我是我，哎，叔叔，我删呀，哎，再来，我打，漂亮，哎呀，打的还高兴，这不疯了吗？这不，哎呀，媳妇啊，太好了，老公，咱俩已经成功的迈出第一步了，接下来呢？媳妇啊，接下来啊。咱俩呀，就把我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咱再演一遍，接着演，往下演。那不行啊，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我呢，啊、我总这么贸然的出现的话，我这个人物它不太合理呀、啊。要这么的啊，不合理好办，咱就直接演我第一次带你上我家那段。这行，这我是女一号啊。那个媳妇儿，你第一次上我家见我爸面，说第一句话啥来的？你傻呀！我当时我不自我介绍了吗？啊，我说叔叔你好，我叫郝美丽。啊，对，就这段啊。妈呀！我搞对象了啊！哎呀，儿子搞对象了。爸呀！哎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，我有点小紧张。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叔叔你好，我叫郝美丽。胡闹！你第一个带回来的不是小芳吗？小芳是谁呀？小芳可能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吧。别跟我整个没有用的啊！你不说我是你的初恋吗？你确实是我初恋，之前那手都没碰过，那他不能算。爸呀，那个不能算是吧？那怎么不算呢？嗯，小芳还在咱家住过呢。叔叔啊，我就好奇了，这个小芳是怎么在你家住的呀？啊，这个小芳啊，那个小芳呢，那天下雨。完了没走了，跟我妈搁一屋住的、啊、是开始是和他妈一屋住的，后来吧他俩后来咋回事呢？后来我不给他送家去了吗？啊，那我就不到了，反正第二天没看着人吧。爸呀，别老提小芳，她叫美丽。是小芳挺美丽的、啊、哎呀，小芳姑娘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我儿子天天提你啊，哎呀，就说小芳姑娘好，小芳姑娘好，对，一天提五十来遍呢。叔叔啊、嗯、我真好奇，一天提五十多遍，那小芳长得得多好看呢。哎呀，那要是按我儿话形容呢，那应该叫沉鱼落雁，哎呀，闭月羞花，婀娜多姿，是出水芙蓉啊。这不都你说我的词儿吗？都是套词儿。你对我也用套词儿？那不是啊，我是精心为你准备的一套套词。哎，对了，还说一句，叫什么“秀色可餐”呐？啥意思啊？就形容你能吃啊？就是顿顿呐、啊，都得是什么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。哎呀！说相声的，怪不得呢。叔叔 啊，我就好奇了啊，他难道在家从来就没有提过一个叫郝美丽的女孩吗？郝美丽提过。嗯，哎，别说这个还总提呢，提的还多呢、啊、是吗？嗯，那他都怎么提的呀？提郝美丽温柔可爱善良贤惠、嗯、反正就是各个方面吧、嗯、都不如小芳。嗯。你行啊，那个我不如小芳是吧？不是，那你自己演吧，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小芳啊，咋的？不是，美丽，你行啊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小芳。不是，我回村了啊，咱俩离婚，我不敢过了。儿媳妇，干啥呢？这不是敢演戏，怎么还急眼了呢？你等会儿吧。你刚才说啥？
我说我想起来她是郝美丽，不是小芳。哎呀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还想起啥？往下说。啊，我还想起来，这是我家。对，你是我儿子。对，她是我儿媳妇儿。对，啊，对，她多少不是她呀？是你儿媳妇儿是吧？她是你儿媳妇儿，爸，你咋又糊涂了呢？啊，这不我今天第一次带她来咱家吗？啊，然后后来也不知道咋的。我俩就结婚了吗？对对对，结完婚之后，咱们有个小汽车吗？是，往下，咱们就开车开正，也不知道咋的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我可能是出事儿了吗？这再往下呢？再往下你不就失忆了吗？你咋就想不起来呢？我是失忆了，但是我康复了，你呢，儿子？